谢谢主席哦。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考试院啊，再郑重的声明一次，上一次我在质询的时候，学区部的次长竟然跟我说，关于公投事项没有公务员行政中立法之适用，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误会？如果是的话，考试院要在这要不要在这边清楚的说明，以正视听。怎么都没有人要讲话？是我没有点名，所以不知道谁要回答，这谁的业务？那请秘书长表示意见好了。好，请秘书长。黄委员好。有关公投的事情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这个，全序部是行政中立法的法制机关，是对公务人员的行政中立的行为做通泛性规、广泛性的通盘性的规定。至于那个执行的细节，是各机关秉理权责自行处理的细节。对啊，这个是我刚刚问的问题吗，秘书长？我刚问的问题有这么难理解吗？公务人员在公投上面要不要维持行政中立？要还是不要？应该要。啊，上次你们的次长在这边说不用啊，所以我才再给考试院一次机会啊，清楚的让全国的公务人员知道，公投的事项也有行政中立法的适用啊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那你们考试院是怎么任官的？一个学术部的次长敢坐在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告诉全国人民？说公投的事项跟公务人员行政中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这样讲是对的吗？他这样讲是对的吗？什么官官相护，连这种严正的立场都不敢表达、哦？包伟，你在问我吗？对，是。那这个是这样子，行政中立法第十条有谈到这个公民投票的问题，所以我问你嘛。对。那他说没有适用是对的吗？你们连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可以拖到快两分钟了。因为当天我没有在场，我不晓得详细。对啊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他这样讲是对的还不对啊？可以换成这样哦，来，请部长、市长这样讲是对的吗？我刚已经报告过，有关公投的部分是有第十条来规范。好，哎，你们接下来。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宣导上，我希望这件事情要注意。好，因为那天在询答次长给我的回应是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，我们从来都是只有在宣导选举，从来没有在想公民投票。对，他可能一时来，接下来，我四月的时候我就讲了，你们考试院大官要出国游山玩水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回来报告认真写。结果全序部的出国报告跟考试委员的出国报告，来，我圈起来的地方写的一模一样。我四月跟你们讲这件事情，结果到现在我最近上网还是都没改啊，可以这样吗？出国报告可以抄来抄去，可以这样吗？请秘书长表示意见，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啊。这个事情我不是第一天质询，我四月就质询了。那需要给我的回复说你们会回去查，结果查了半天，我看网站上面还是一模一样啊。报告委员，这个事情我来说明一下哈。这个是全序部105人新加坡的考，我知道啦，我都贴上去了，不要讲废话好不好？接下来处理的结果是什么？因为他指示的内容是有关文官制度的价官事实的资料，这是现状的叙述。来，先提一下哈，关于现状的叙述，在文字可以照抄，连标准符号都一样。请问，这个是在我国最高的文官执掌机关的法律意见跟法律立场吗？是吗？这就是我的问题啊。是吗？是，但是全序部的这个报告，他在这个引用的文字之下有加附注，对，一样嘛。对，好，下面有加附注，所使用的文字可以猜得一模一样吗？我的问题还是一样啊。考试院哦，作为全国文官的表率，全国的莘莘学子都在看，全国的老师也都在看，全国的公务员也都在看。
我要去那个考试院做到考试委员，要告诉全国的学子、全国的考生、全国的公务员、全国的教授，只要有下面有一个小柱，抄吧，尽情的抄吧，没有关系。这是考试院的立场吗？是吗？报告委员，这个程序部引用这个资料啊，这个有附注明出处，但是呢，这个考察的主题和心得的建立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对了，我现在圈起来的地方文字跟标点符号是不是一样？是还是是还是不是一样嘛？是。好，那我的问题来了，下面有一个小注，上面的内容可以全部都抄，这个是考试院的立场吗？你今天一定要讲清楚，全国的学生、考生、文官、教授，大家都在看。这个考试院的报告是104人，部的报告是105人。这一年的期间，新加坡的制度还没变，所以他对不起，你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？刚刚你在讲的内容在回答我问题吗？你有回答我问题吗？来，请蔡教授。本部没有这样的情形啊。你没有这样的情形吗？那你认为这样子做合法吗？这个内容我没有看过，而且不是。那我现在就直接跟你讲，都在上面啊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。下面有一个注，可以这样做吗？今天我没有用学术伦理的超高规格标准在要求学术伦理哦，那个根本不要讲了。一个文官系统的出国报告可以抄成这个样子，可以吗？如果今天考选部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作为部长，你可以容忍吗？我想这是过去的情形哦，那以后大家一起改进哦。对啊，如果你的考选部出现这样的情形，请问蔡部长，你可以容忍吗？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任内的事情，我要负全责。是啊，所以如果你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你会容忍吗？我们会立即改善。会立即改善。好，来，秘书长。对。人家说，人家官做的比你小，都说他会立即改善。我四月检举到现在，你们考试院的报告大辣辣的在网站上，一个字都没有改，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，这个是考试院的标准吗？丢脸呐！我再讲一次啊，丢脸！报告委员。这个是105人部的新加坡的考察报告，不是考试院的考察报告。哦，所以是全序部的就对了嘛。是啊。好，来，请全序部部长，可以这样吗？没有啦。现在我发现哦，整个考试院，哦，院本部秘书长、考选部、全序部，其实是三个相互独立的单位，大家得球踢来踢去，好，那没有关系嘛。全序部部长、考试院本部说。啊，不是我们去抄人家，是人家来抄我们的。那对这个你有什么样的说明？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，周老师？我想，周老师这样可以吗？我想，当时他可能是对于现状的描述，那大概用字遣词没有太经过。等一下，先停一下，什么叫做用字遣词没有太经过？对不起，你们讲的官话已经超越了我一个正常人的知识理解范围之外，他的确是没有经过任何大脑思考，因为只要复制贴上就完成了，他连一个句子要怎么写都不用思考啊，只要复制完成，右键左键，这样就做完了。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可以这样做吗？这个是我国最高考选机关、我国最高文官选序机关的标准吗？你们做大官的人，清楚地告诉大家，我们拿纳税人的钱，不可以去干这种事。连这么卑微的要求，这么卑微的话，官官相护到今天都说不出口。我想我们，你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是怎么教学生的？我想我们以后，你们在国家劳工学院的时候是怎么教学生的？以后学生就跟你们讲啊，老师，秘书长说 OK， 部长也说 OK， 考试委员的可以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抄？成这样了，对，这部分我们以后一定会，一定会改。对，这两份报告化解差的，要
则要不要改？什么叫有效？啊，过去发生的事情全部拿一笔勾销哦。是我们回去会请他们再做适当的修正。要不要确责？要不要改？对，我想，这位同仁他在现状描述的时候，他可能参考过去。什么叫参考？对，不要再人过是非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坐在这边所讲的话，我再讲一次啊！全国的公务员、全国的考生，每一个要走到国家考场的人，大家都在看。丢脸啊！以后我去国家统官学院的报告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就上考试院的网站。啊，反正你们出国报告这么多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下面这么多公务员在帮忙写，大家抄来抄去。我以后国家统官学院的报告，老师要我写，简单，上网右键左键抄完了，老师我交报告了。啊，我就说你怎么抄袭？我在立法院的时候，秘书长说，部长说，这个是参酌。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莫名其妙。来，公务人员职安保障，您上次答应我哈，说你从劳动部出来，你对这件事情你认为就是要有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适用。好，话讲得很漂亮，到目前为止具体的行动到哪里？报告委员，这个我们自己因为最近虽然是在处理年改事情，但是我们对于草案已经拟出一道草案。第二，什么时候送来？这个是办法的修法的话是要送考试院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征询各相关机关的。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还要多久？因为啦，我自己定的时间是二月。所有的公务人员现在都在工作的环境当中，有基本的安全防护保障，我觉得是对于他们的人性尊严最基本的要求。那你还要拖多久吗？我目前大概如果一月底可以把年改的事情告一段落，二月开始启动，就我们现在已经拟好的草案会进行相关修法的程序。OK， 主席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接一分钟好吗？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可以哈？好，那个我请我们的那个考选部部长蔡老师哦，请您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是在网络上面有在卖的哦，他卖的是什么？立定跳远可以跳多远？然后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刻度表，那其实卖蛮多的。要参加我们警察特考的考生们，然后他们在体能训练的时候，最后有一个考试，第二次的时候是立定跳远，要跳190公分以上。好，那过去的规则是什么？过去的规则是跳两次择优的合格。那你们后来到2018年的时候，把它改成说第一跳叫试跳就不算数，然后后面的第二跳然后才算记录。但是现在发生的状况是有考生第一次试跳的时候就达标了，结果正式要跳的时候，不管是紧张冒汗突然腿软，然后结果第二跳的时候没有达标，那他们觉得很冤啊。就是说这种一跳决定生死，而且是在第二次的阶段的时候，对这些考生来讲太严苛了。他们在第一跳试跳就已经到了，那我们国家考试的目的就是说，我希望你有跳这么远的能力。那我试跳的时候我已经证明我这个能力了，但是因为现在的规则是试跳不算，然后正式跳的时候反而差一点，然后就二晚。蔡老师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真的太不通人情，而且违反整个规范目的，到已经让没有办法充分保障这些考生的权益？这个报告委员哦，这是2014年考试院的这个体能测验规则修正的、哦，是是。那2015年开始实施，可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委员所提到这个声音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做一下检讨，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回复。那我只短短讲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当时这个2014年考试院坚持要这样做，是因为考试只有一次。是，主要是因为这个理由。所以如果说体能测验跳两次来择优的话，那就变成是考两次然后来选一个成绩。但蔡老师你应该可以了解，那个跟我们坐在考场里面写一张考卷写两个小时，因为我可能在写第一题的时候花五分钟发现我写错，我后面有时间再改嘛。但是跳立定跳远这种东西是一跳
就马上决定，那是很瞬间的事情呢。希望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始在研议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他们买了那个立定跳远在家里练，结果练了现场的时候第一跳过了，结果竟然不算数，结果前面所有的努力都白费。我希望两跳则由完全没有去违反当初这个规范的意志，那又比较能够保障考生的权益。我认为考选部我真的拜托你们，为了这些考生的权益，慎重考虑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没问题，我们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黄委员。有关刚黄委员提到那个考察报告抄袭的涉及抄袭的部分，考试院或者全序部要不要？